想到一个绝佳的办法，把丝袜撕破。你不如直接脱了。怎么脱？大庭广众之下你让我脱？那不是厕所吗？刚上面。这样子撕破。我操！暴力。这样子就不用脱了。哇，你这个暴力，你穿个棉裤吧。哇。就好了，对吧？什么鸡？小鸡？你们有一说一嘛，我这像不像秋裤嘛？像，像是穿的秋裤。像，真的像。丝袜，真的像秋裤啊？咱们有一说一哈，有一说一你就不要说了，让兄弟们说。咱们有一说一，这个是秋裤吗？像秋裤吗？咱们有一说一哈，咱们是有一说一哈，明明就是丝袜嘛，好不好？哪里是秋裤？秋裤了。像嘛？你看，你看。我看，我看一下，真的像，有点真假的，妈呀！难道你的意思是我还刚才错怪了那个老板吗？是这个意思。明明就不是，好不好？人家说的对，对吧？是吧？来吧。啊，好多人。啊，营业了，营业了，对。你来大声一点啊。怕什么呀？不是，他本来是叫的是我的，你知道吧？他就主动凑上去了，去蹭了。他就是主要是说叫帅哥，我一下就本能反应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个帅哥，你知道吗？是吧？本能反应就凑上去了。你有多少年有没有人叫过你帅哥了？哎，那这就太久了。你脸是不是在蚊子咬了？有两个好大的包啊，三个。我操，我有青草膏，你涂一点吧。好吓人啊，你这样包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是很过分，我已经吃过了。我跟你说，真的是太过分。我不是武汉的，我是。你不要演了啊。卖的什么？凉皮凉面。凉皮凉面，你看邱大哥的，那个就吃蘸醋，你就吃一份嘛。我刚刚都已经吃了。我不饿。那你买了之后我吃嘛。你买了之后我吃嘛。你去卖路人，你卖给我干嘛？我已经卖了很久的路人，一直在这里拉他了。对啊。凉面凉粉。凉面凉粉。